65位志工前往黄山镇出访。 分组走访38个村落，每个村落都有村领导陪同，他们平时与村民生活在一地，熟悉家庭状况与需求。天热打赤膊的张金树带志工上楼，这里残疾的孙女失明，生活无法自理。奶奶想起女儿过世，女婿又弃家不归的伤心往事，老泪纵横。正在念职校的孙子是梁老的希望。 非常要好好谢谢爷爷，爷爷真的很辛苦，把你们两个这样子带大，照顾爷爷，照顾奶奶，照顾姐姐。似乎相信你一定可以的，对不对？你可不可以？你好吧？黄石镇贫困人口较多，这次出访家庭有很大比例是有精神障碍的成员，还有些原本可以安享晚年的长者，却承受巨大的精神与生活压力。 志工带着词句阅刊，鼓励多阅读，学习开阔心胸，一家家送暖送祝福，尽力为乡亲排忧解难。台视新闻，这是美志工江心莹、赵如彤，福建报道。